对不起，你如果讲可以的话，你告诉我。咱家是糖主哈，啊，咱糖主地区各位老乡亲、老朋友，咱林德旺议员上好支持者，真欢喜来甲大家小见面，啊，投票纯靠话费，啊，这选情哈会愈来愈平啊，愈简单啦，啊，我相信。咱大家所听小支持的林德旺哈，已经担任过三届的官议员啦，所以大家对伊有相当深的了解，一定知影讲过去的风雨真周到，做人啊真圆满。啊，即卖呢，一方面，甲咱的啊未来苏市长哈，两个会使讲心连心，手牵手，共同拼这场选举。因为有史以来第一次，咱台中县要甲台中市合并，啊，我也走高雄县啊，走台南县，我想台中县大家心情同款。足惊讲这个县哦，合并以后叫市吃起来，因为啊，长期以来哦，我讲我台中市就感觉变作臭屁的哦，啊，台南市嘛是这个感觉，啊，所以做这县的这边哦，会感觉来讲会叫吃亏啊，所以咱为了要预防这样代志啊，就老实讲，马总统哦，真无负责任，去年中央刚宣布，哎，五党。啊，五党是要安怎改，要安怎整变？啊，以后五党要安怎改正，拢无办公清楚。所以我常常咧讲，选出来以后再去冤家。那县政府可能也是政府的冤家，啊，中央甲地方嘛冤家，因为拢讲无清楚啊，干那画一下合并。啊，明明咱台中县甲台中市拢有中正路，拢有啥物共名共姓，但要安怎来接落，啊，拢无讲。虽然台中县呢，照讲是爱推一个县政候选人咯，啊，结果咱无推，话计民进党甲恁找一个上用卡的，就是咱的苏家全。啊，伊迄个民党县长呢，会当做背影做到头，啊，个风声真好，这就不简单。然后变总统，就请伊做行政部长呢，啊，个来去做农委会主委。所以呢，对咱台中县的了解，在我看，未输台中市的市长啊。因为过去可能还冇来台中县啊，啊，伊拢是迄个属于这个，人家讲咱若要用外省人来讲，不过总是迄个贵族的心态哦来看代志。啊，咱苏家全唔是哦，伊地方哦，庄卡出事啊，农委会啊，伊也真勇敢，啊，像伊安尼从宣布选举以来，拍拍照对咱台中县哦足关心。啊，好佳哉咧！咱个啊，林德旺先生啊，嘛是安专心专力哦，去配合了吼。母鸡带小鸡，也是小鸡带母鸡，啊，嘛是一只小鸡带母鸡啦。共同体，你啊，你啊。啊，咱这个林先生啊，这回再出发，啊，我相信对这个改善中间这足重要。大家伊对地方的了解足大，咱个苏市长也当选。老实讲，地方的事务袂遐清楚，咱就需要这个，这个老将哈，啊，这个老议会的老将哈，来甲协助咱的市长，所以咱啊来直接林德旺哈再次连任嘛，啊，拄只发配去菜市啊近啊，啊，大家都方便真好，啊，不过总是还阁过话话咧，啊，菜市啊，咱行，别人嘛行。所以做生意的人哦，拢人人好，嘛袂准时哦，咱就爱去拍拼一下啊！大家通替伊做条仔卡啊，有机会通替伊去拜访，出面口话啊。选举就是安尼啦，你咱这选这个地方，你像讲我甲阿扁啊，选全国我是安怎选？哦，迄真正名大街小巷嘛拢行，319乡镇，我算算我行4000个去。啊，在每一个所在吼，咱摊主嘛来去拜，啊，啊所以啊，拜托大家啊，从这个过往。因为长期以来，大家知德旺伫地方，就是甲大家徛做伙，也无其他的派系，这大家足清楚的。所以讲，即个经过国大的推荐，经过李副总统的赏识了后呢，我讲不要紧，大家共同为这块土地来拍拼。
好阿妹，咱来拼一句啊，吼，礼物总统看，好阿妹。好。